2月4日，李小鹏带着一家人来到海滩玩耍，不仅有海边美丽的风景，更有一家人惬意玩耍的身影。照片中，可爱的奥利选妈妈李安琪戴上了一副小墨镜，时尚可爱，很会摆 pose。弟弟虽然年纪还小，但也在海滩游乐设施上玩耍，很有兴致，一家人开心自在，让人羡慕。而就在8月2日，李小鹏妻子李安琪还在微博晒出一组与儿子玩耍的照片，配文 My little boy is so fun。 照片中，李安琪把儿子抱在怀里，而淘气的宝宝伸手要摘妈妈头上的帽子，李安琪还开心地亲吻了他的脸颊，惹得宝宝开心大笑。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，弟弟果然是和妈妈一起最开心呢，弟弟难得笑呀，妈妈在永远都是笑得这么开心，哈哈。